啥？哎，球迷朋友们，大家好啊！今天这个来到了龙德的这个母校，也是大学，特意找了一块这个足球场。昨天龙德给我送礼哈，今天说特意过来一趟，说是拍个视频聊聊。像这个足球场吧，是室内，但是龙德是三十年前，今天是在这个地方踢过球了。有他一段青春的美好的回忆，从我进这个延世大学的小门的那瞬间吧，我突然明白了，为什么龙哥那么看重齐鲁的这两场比赛，为什么能带领我们请到这个双杀山的？我觉得延世大有德比的传统，延世大和高丽大学合作没有牛逼的学校，每年都会进行一些竞技体育的比赛，谁输了吧？就是心里很不好受，虽然说他当时走了，但是其实我们并不记恨，因为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走，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。我昨天问钱哥，钱哥说我们给他写那封信，他也是留着，这珍藏嘛。我觉得这是一个主教练和球迷之间的这种感情。我们不认识他，我们没跟他说过话，是吧？他也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是就是球迷和教练这种感情，何况作为一个外教，我做到这种地步，我觉得。是在青岛足球这么多年没有碰到好教练，你比起2016年那个国内的主教练，一句你下了，这是一句，这是这么大的差距。所以说，不管这次他能不能回来，当然我们知道他回来的这个可能性，大家心里清楚。我们希望他能够给以后的这个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。有朝一日，我希望他能回来，因为这座城市里是有着千千万万的热爱足球。热爱挂念他的人，因为我当时说我很希望在多年以后，他某一瞬间突然想起2011年那个赛季，他是多么受我们爱的，是多么受我们追捧，他是多么的令人激动、令人幸福。所以说，我们祝一切好运。